记这个字，比尼夫大人感到不满。比尼夫大人一定是在为我们向神明祈祷。我就是神，跟我祈祷就可以了。叫他出来，吼他出来，踹供踹供。但是就算是比尼夫大人在场，若要镇住水龙，清净安宁的晦气。能够提高法力的强大神器也是必须的，所以你要去找那样东西了。我希望您可以帮忙寻找它。要去找神器了？哪里有神器啊？等一下，再来啊！又，请客，我再次向您提出请求，可否一听在下的愿望？总之，先听一听吧。没办法，看在波霸的份上，就听一听吧。波霸的份上，波霸，总之那东西您在来新安城的路上应该见过，两刀岩的路口处，那海滩上沉睡着的已被水龙栖息的宝船。有啊，有看到。那番宝船是同他国进行贸易时使用的船只。那里违纪了比尼夫大人的重要宝物，囤积好。但是由于水龙的肆意妄为，水中之行的船只一艘接一艘的遭遇突袭，存放这神器的那艘船，眼看就要到港的时候，也被受到奇袭而沉没。哦，那个沉船不是有人说有一个可以让人变小的道具吗？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道具才可以穿过刚刚那个门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哦。比尼夫大人好不容易寻得生气腐官符，是能给操作人巨大的法力的绝世宝物。有了它，再强大的加奥魔也能轻易战胜。那原本是西安进步，是东泽国的国宝。如今若有那符官在手，能够阻止妖魔的技工吗？哦，阻止妖魔的轻功啦，轻功。天照地下，请您进入宝船，从船只货物之中将神器符管找出来吧。没问题啊。什么？符管？还有哦，他还要讲。等等，这可是到宝船去寻宝耶啊！而且这么可爱的姐姐再拜托我，我觉得实在很难拒绝啊！什么东西呀？但是咱们的天照老师，不肯点头的话，我也怎么样？老师怎么现在就变神社了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帮泼霸姐一把？泼霸姐接受他的请求啊，接受了啊！哎呀，真是可惜啊！既然天照老师都这么说了，什么？天照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天照殿下，您真是降临地狱之中的佛者。那我请快朝宝船进发，为什么是进发？不是前进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不同意的话，是不是故事就没有办法推展了？不懂啊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知道。我都已经同意了。来了，继续吧。虽然想这么说，但在星夜开升起之前，也只能消安勿躁了。稍安勿躁。稍躁。到时候宝船触礁沉没的浅滩，据说也叫做星月海滩。只有在从望月台可以看见星月的夜光，潮水才会退去。只要潮水退去，进入它不会自己去吗？国船就很容易了。等到星月之夜，再宝船汇合吧。哦，所以他也要在那边哦。哦，我知道宝船在哪里啊，不需要提醒我。我们要去宝船汇合了。等，天公，你不要看到有波霸就随随便便答应下来啊！算了，反正我也无法抵抗那
伟岸的胸部什么东西啦、啊、但是我可没有原谅冰迷糊啊，那个波霸姐说不定也是被冰迷糊操纵了，万一那家伙用壶管这玩意做什么坏事的话，我们就更应该抢在他们之前将那玩意弄到手。耶，将玩意弄到手，看剧情不好吗？我最喜欢看剧情欸。娜娜不喜欢看剧情吗？还好啊。走走走，我们走。哦，冲去，冲去找，喂，走走走走走，去那个宝船星月，他讲的我都知道啊。喂，我冲冲冲，反正不答应他，故事应该也没有办法推进吧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啊，不答应也不行啊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嗯，好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可以离开这里。你就站在正中间挡我的路，冲冲冲冲冲！喂，自己都不能洗牙挖肾啊，好可惜哦。走。呀呼嘿！哎呦，开门嘞，自动门嘞！哦，这个国的。这个国家的那个科技真是进步，哎、欸，有罗城门哎、欸，噔噔噔，嘣嘣就出来了，吹风的嘛，这两个好，我睡觉了，吹风的怪，喂、欸，你是吹风的怪吗？喂、欸、哦，怎么又被挡住了、啊？怎么会挡？哦，才砍两刀就在挡什么？无理。哇！哦，砍死了没？怎么这么？他们都挡住我了。哦，哦，一个死了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哦，一个死了。哦，打死了！啊，我们打赢了！叮叮叮！噔噔噔！6000哦，6000呢？洗牙哇塞！这里有小兔子哎、欸，娜娜，兔子好像没有装过，再说。兔子哎、欸，喂食兔子，喂食你。兔子喜欢吃豆子吗？兔子喜欢吃草吗？噔噔，按住键可以聚气是不是？我应该还没有学到吧？这只兔子刚刚不是黑白色的吗？怎么变黑的了？啊，不是黑白啊，变黑白了。对啊，莫名其妙哎、欸。噔，这个感觉还不是兔子，感觉不是兔子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见了？为什么我不见了？噔噔噔，洗牙哇塞！你看又变白兔了。小而已。哟、嗯，小而已。喂，还是他是要那个找的吗？这个他是叫什么啊？道记吗？道叶？你是叫道叶吗？叼着你。哎、欸，这里还可以喂食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哎呦，喂食你，还可以再喂、欸，有黑兔和白兔哎、欸。哦，这才是白兔。这才是白兔，好了，都长得差不多。那只就是稻叶哦，那只就是稻叶，真的吗？我发现稻叶了，那把它叼过去。稻叶不要跑，稻叶人呢？稻叶你不要躲着啊，我还叼你啊，叼。哎呦呦，跑掉了，叼。哎呦，稻叶好会跑哦，叼。稻叶，稻叶不要跑哦！稻叶嘞？为什么为了找一只稻叶这么辛苦？稻叶人呢？这里。稻叶怎么这么爱跳啊？叼嫌你哦，叼到了，我叼到稻叶了。要告。告要去哪里？哦，在下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叼着你不能往下跳哦。啊，要走人走的路哦，这么麻烦哦。嗯、啊，要走人走的路，嗯、啊，不能直接往下跳。哎、啊，呜呼呼呼，晚上了啦。哎、欸，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稻叶人呢？怎么忽然就不见了？哎、欸，转一个晚上，稻叶就不见了。稻叶在睡觉了。他睡在哪里？稻叶，稻叶，
哦，真是可恶啊，可恶的一个道业。妙蛙种子要打就来啦。喂，不用。哎，无理。哎，有用了，有用了吼。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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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要跑掉了。呜噜呜噜呜噜，哎，啪啪啪啪，哦，打赢了，喷喷喷喷喷，一开始就能聚气，不用学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哦喽，有聚气了聚气了，好，有空再说吧。咚咚，道业嘞，道业你在哪里睡觉？这里，叼着你，喂。我叼着道业嘛，这个是道业嘛，得他娜娜，那一个是谁？要得谁？不知道。要得谁？走这里。我那个是谁？那个是谁？走这里下去。我那个是谁？呜呼噜，这里卡住我了。呜呼噜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我叼着道业。呜，哎呀，哦呼，又遇到了啦。等一下不会又消失了吧？聚气，聚气有比较强吗？可是聚气要比较久啊。哦，嗯，哦，无用无用，拦你，拦你就有用。咚咚咚咚，哦，聚气，哦，聚气好像比较强哎。无理，哦，妖怪牙掉出来了，用无理。好啦，放我出去了啦。咚咚咚，哟呼，咚咚，哎，道业又不见了。啊、不要弄了啦，烦死人了！哦，被打完再叼啊！气死人了，气死我也！气死人了啦，不用了啦，麻烦的要死，我们还是去用我们的东西啊，用我们的比较实在一点。哎、欸，有火吗？这个是火吗？这个是雷耶、欸，雷哦，雷就不能打冰啊，这个只能用炸弹了，真麻烦。哦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他又结冰了啦，麻烦的要死。哦，打这个好麻烦哦。哦，你无敌他们啊？哎呦，啊不，哎，又可以打了。我现在人在哪里？我被他们挡住哦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他们这什么角度啊？这么烂的角度。无用无用啊！涂黑你们，他们会受涂黑影响吗？不会。哦，哎，拜拜，打死了，打死一只了。这个可以用风吹吗？好像不行哦。哦，雷的比叶还没有学对啊。好多比叶还没学到。还没学，为什么要跑出来啦？真是的。好啦，砍死了，砍死了。噔噔。他警报大，请打，或者伤害压血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嘴巴好大，请打，我想杀他才行。给他撒尿啊！用无理之极。好啦，我们去画新月了啦，不要在这边鬼混了啦。等那个道业有空再抓啦。道业有空白天的时候我们再去抓，这个晚上鬼太多了。道业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喂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多人的，这就是单机游戏啊，很经典的单人版游戏。哦呦，这里又有了。其实我应该要多打一点怪，对不对？可能。啊，这样才可以多赚一点钱。哎，然后多赚一点钱才可以去买新的技能，对不对？嗯，去学新的技能。好啦，走走走，跳上去，瞭望台。哎，学会二段跳了。嘿嘿，怎么啦，天宫？我就知道你为了爬上这才是那把那绝活学来了啊！放好脚步，通一声跳一下，我知道你不需要出来讲。喂，通一声跳上来了，噔噔噔，星月平台。哦，娜娜，怎么啦？我们要施展大技法了，这个景色不错。这个不是来过的吗？刚才又感叹了一下，看到沉船这么清凉不由的心生一丝悲凉。啊，咦，仔细看，海底不是有奇怪的东西吗？就好像巨大的星月，对珊瑚礁来说，这样子实在有够酷的。对了，天宫，记不记得那坡霸姐说过什么？如果这高台是望月台的话，那个然后什么来着？什么来着？然后那个什么来着？
在天空画新月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都已经是晚上了，为什么要画新月？哦，消，画一个月亮了，可以了吗？呜噜。